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1.6.4模组生存实况第110集啦！哇塞，然后刚刚我们动物农场发生了一点问题，因为呢，我们的火车它载到了一只蝴蝶，然后蝴蝶它不会被送下去，所以就一直卡在那边。那为什么会产生蝴蝶呢？那就是因为旁边有这个林场了。那各位可以发现，我已经把林场暂时先，停止它撒骨粉，因为我发现它效率实在是好的太夸张啦。那种这么快，其实种这么快是 OK 的，问题是出在于我们的人偶，他在砍树的时候，各位可以发现，就是之前不是看过他的，让我们来撒一下骨粉好了。反正这个树长大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的人偶会来砍树，砍树之后它带有这个 axe of strength 的效果，所以说这棵树的树叶会快速的 decay，也就是快速的凋零。可是呢，它每凋零一个树叶方块，就会掉一坨拉口的苹果。那当这个量一多起来，其实造成的那个还蛮大的呀。其实我从后 server 的后台可以看到，它一直在洗一个讯息，就是说它 can keep up，就是 server 的负担非常大。我在想，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它砍得还不够快。如果我们能够用一种方法，可以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树叶方块给清除掉的话，应该可以避免掉这种 lag。所以说，即使是像人偶这种这么有效率的砍树方法，仍然是不够快的。那当然，其他像是 MFR，就是 Mine Factor Reload，或者是林业，或者是 Steve Factor，不对，Steve Card，这三个模组的砍树方法，我猜应该也是不太适合，因为我们 MFR 的林场啊，它是从树顶开始慢慢往下清树叶，对不对？那在清树叶过程当中，每清掉一个树叶，就会掉一堆苹果，所以说它苹果会一直累积、累积、累积。因为毕竟我们吸东西的地方在下面嘛，那也会造成很大的 lag。然后林业的话也是一样，林业它是砍木头，然后让树叶自己慢慢掉，那也是蛮 lag。然后史蒂夫矿车它也是从上面慢慢往下砍，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方法都不太好。那我们今天原本说要做这个生殖燃油嘛，对，不过我们要先解决这棵树的安置的问题啊，所以我们这个生殖燃油再往后延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尝试来盖一个全新崭新的林场，来解决这一棵超级树的问题。所以说，我已经在旁边又盖了一座新的浮空岛啦。那可以发现，我把之前的那个凋零的打凋零怪的刷怪塔也暂时移除了，因为我想要确保它在 chunk load 之内嘛。我们可以按一下 chunk load 的边界，刚好在这边。呀啊，这个打凋零怪的位置刚好占用这个宝贵的空间啊，所以我就把它移除了。打凋零怪不需要 chunk loader，所以说看要以后盖在其他地方都可以，但是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很好的空间，就来盖我们下一个全新的林场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来用什么东西来盖这林场啊？材料都在这边呐。哦，这个是刚刚吸到树苗，我把它丢下去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用到材料了，非常非常非常多。主要呢，我们是要用 mining well，没错，挖矿井。原来就是 BC 的挖矿机来挖掉这棵树。啊，一定会有人说，哇塞，这个会不会太杀鸡焉用牛刀啊？不过呢，既然都叫超级树了，那我们当然也要用超级的方法来这个为它设计一个专属的林场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就要用这个挖矿井来挖掉这棵树。那挖矿井各位都知道，只要能量够的情况下，它挖的速度就可以很快很快，所以可以在几秒钟内就可以把一棵树给清干净，那就比较不会造成 lag。那再来呢，还有一些这个，既然用了挖矿井之后，会产生衍生一些问题，比如说，挖矿井它工作完成之后呢，会残留一大堆的那个挖矿的管道，对，挖矿管线嘛。那我们要怎么清除挖矿管线呢？我们可以借鉴之前那个超级挖矿机，就是我们在黑暗世界开那个超级挖矿机的方法。当整个挖矿井被移动之后，那个挖矿管道就会自己消失。
所以说我们这次一样用用到这个 MFFS 系统来这个动态的移动这个挖矿井，就是比如说把它移过来，然后挖掉树，然后过个几秒钟之后再把这个挖矿井给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清掉管线，同时切掉电源。切掉电源的话，那个挖矿管线就不会继续运作呀。所以说今天这套设施的话比较像是一种好玩啊，并不一定是真的很有效率或者是很经济实惠，因为我要盖这套东西会消耗非常多的钢、非常多的钻石、一大堆的铁，这对于初期来讲根本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玩到了已经接近尾声啊，所以说我们可以尽量盖出一些很夸张的东西，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一个非常夸张的林场啦。所以说为了因应今天的设施呢，我特地又去采了一个新品种的树苗呀。原本是3×3嘛，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我们不缺木头呀。这个地方之后可能会改回橡树啦，就不用再种那个超级树了。其实我们不缺木头啦，对，我们木头真的是非常非常多，所以说我们不需要用到3×3，那我们就1×1就够啦。所以说我们这边有一些树苗，就是我再回去养殖场种那个，我们直接去那边看看好了。呀，就是1×1的树，哦，其他的基因都一模一样，唯独那个树径是1×1。我把这个种起来。哦，对，然后它必须要在比较光亮的环境下，这是唯一的限制。哦，对，树还是很大一棵，这个 size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，只差在中间的木这个树干树径只有1×1，所以说1×1的情况下要放树苗啊、撒骨粉啊、干嘛啦、啊、都比较简单。啊，当然也是我们不缺木头啦，所以不需要用到那么大那么粗的树。那再来呢，用挖矿井会有另外一个问题，一定会有人问说啊。挖矿井不是除了黑除了岩浆水跟岩床以外通通都会挖过去吗？应该说水应该也是会穿过去的，它只是岩浆不会穿过去而已。对，我们的挖矿井碰到岩浆就会停下来，碰到岩床也是会停下来。那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让它停下来的，就是这个保护方块。所以说我已经划定好一个范围了，我们的挖矿井只要碰到这个地方它理论上就会停下来，然后包括连中间这个放树苗的地方我也保护起来了。然后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即使它被保护起来了还是可以种下去。对，所以说方块被保护了它还是可以让树种下去，这还蛮方便的。所以我就不用，我原本想说假设这块泥土会被挖掉对不对，我还要再设计另外一套，比如说能量立场啊，隔空放泥土。对，但是既然它可以直接种下去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呀，这样简单多。再来呢，我们需要这么大一块地，就是我有测量了，我们的树最大可以种到这么大一块腹地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到这么多挖矿井，总共109个挖矿井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的话就是从这个地方往上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呀，我打算往上拉20格，应该差不多。因为我们的超级树的话，大概有十几格高嘛，那我们预留几格空间。因为怎么讲，那个挖矿井啊，我用那个能量立场把它移到旁边一格，虽然说电源切断了，可是它里面可能会残留一点点的电。所以有时候它那个挖矿管道会往下延伸1到2格呀，所以说我们拉高一点的话是没有差，反正它可以挖很快。啊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排列我们的这个挖矿井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呀，就是一个直径11格长的这个树。还有这个1、2、3、4，我记得旁边的话是7格呀，所以说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边多放一个。哦，
对，挖矿井很难挖，它需要花很多时间才挖掉。然后啊，它的树最大最大是这个，就是11x11，可是有的时候有可能会小棵一点点。对，所以我们这个等于是这棵树的最大范围，但是不一定每一次都长得那么大。对，所以各位可以注意一下。再来的话，我们中间是哪里呀、啊？我看不出来哪一个是中间，应该是这里吧？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然后上山打老虎，怎么老是都是这个梗啊？再来，边长七，这边中间摆角落摆一格，所以说它边边会有留三格的空间。今天如果我们进度快的话，也许在节目最后还是可以来做生殖燃油啦，但是不一定。我这套系统已经有测试过了啦，包括在创造模式都有测试过，理论上是可以成功，而且可以大幅度的减少 lag 的情况。可是实际上执行起来会不会有额外的问题的话，就是要测试过才知道。来，角落，我剩下几个挖矿井。所以每个挖矿井都需要非常多的铁，所以这个是一个价值不菲的林场。OK，所以这么多挖矿井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供电。供电的话呢，我打算是用 Extra Utilities 的 Energy Node 搭配它的管线。那我是用 Energy Pipe 的，理论上用 Transfer Pipe 是可以。使用 Energy Pipe 的话，它比较不会跟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连在一块。比如说旁边如果接箱子、接机器啊，它 Transfer Pipe 就会接在一起，只是可能不太美观啊，所以我就用 Energy Pipe。所以管线放好。那有人会说，哎，这样子的话，它东西要往哪里喷啊？因为挖矿井它一挖之后，它挖到东西会往上喷啊。不过不用担心，之后我们会设计一个机制来回收它喷出这些物品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设置能量的东西，比如说这里，放在这里好了。什么 Energy Node 在这边，所以它会往外传送能量。啊，我们需要一个哦，我们需要更多的速度升级，起码64组，没有64个，64组太夸张了，64个这样子速度应该够快吧？哇，109个。然后呢，我等一下旁边接一个能量就好了，应该是特斯拉吧？呀，我不晓得我接上去会不会马上就会开始运作。哦，不会，因为我怕它，我一接上去它马上开始运作。现在好吧，它还没有指定频道，所以还好。先把它关闭，然后接收能量，然后是第一个呀。啊，接下来。现在这个状态是挖树阶段，就是我的挖矿井有两个阶段，这个是挖树阶段，挖树阶段就是只有接到能量，然后它就会往下挖。那接下来我要设计是第二个阶段，就是待命阶段。待命阶段的话，我们就要把这整个平台往左边移一格，往左边移一格情况下，它就会跟这个 Energy Node 断开，这样子的话，它就会停止供电，然后挖矿井也会停止运作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就来设计一个玩意儿，就是 MFS 这个能量立场模组呀。然后我们需要两个，其中一个是把平台拉回来，然后其中一个是把平台拉过去。然后呢，既然是用能量立场的话，我们当然会需要用到这个能量传送的东西。像是它是吃电嘛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特斯拉，刚好电从这边供应。
对，这个是宫殿者。然后呢，我做了很多的速度升级。这速度升级很贵啊，但是因为我们材料很多，所以我就砸钱，砸大钱。然后不晓得我有没有放错顺序，不晓得，直接来试试看。这样子有吗？哦，他电这个电话没有供应过来，所以我先把这个给关掉好了。呀，哦，我们给他电一下。有了，这样子他电应该可以过去了。然后因为我给他很多升级，所以他充电速度应该很快。啊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设计一下如何让他移过来移过去。比如说呢，这个先来取消这个模式一下，我们需要扳手来改变它的模式。这个，然后预览一下嘛。哦，对，我们要塞入这个 Q mode，它才可以让我预览。方块模式。好，所以说这个的话，应该就是把平台断开连接的那一块。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塞入很多很多步程升级。它本身不会移动嘛，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移动平台。我们就用方向模式，这个是北方，所以说我们在东往东方移一格，所以它就会移动这个管线。有，然后呢，往下一格 scale，然后往旁边要11格，所以说我要放11格的，往东方11格，呀，然后要往后1、2、3、4，4格，往北方要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格，哎，放错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像理论上整个平台都会被它推过去。哦，这个会干扰到欸，所以说我这个可能要移开，因为我不希望挖矿井以外的东西会受到影响。来，放这边应该可以。可以挖掉了。这个也可以挖掉，哎呦，然后整个平台可以往旁边移。我们先来试试看好了，呀，我们需要一个拉杆来测试看看有成不成功。哎呦，有东西挡住了，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挡住。哦，对，这个时钻是刚刚垫上来的。有了，我们的挖矿井整个往旁边移了，这样子到时候它这边电也会断开。啊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条机构再移回去。所以说呢，这样子，你可以朝看这个面，这个面就是它那个推动的方向。然后我们一样要往这个东方扩展一格，然后往下一格。然后往旁边要11格的空间，呀，然后这时候往后，比如说一二三四五，前后5格，南方5格，北方5格，所以这样应该就对了吧？好，我们关掉预览，后再来一根拉杆。好，平台移回来了，它这样子到时候理论上会接到电，然后就会往下挖。好，所以能量立场差不多就这样子而已，还蛮简单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多的就可以丢回去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，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设计呢。我们先来做物品回收好了，就是上面这里我们这个各位都疑问说，到底要怎么回收物品啊？所以理论上，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砍树阶段，所以我们要依靠的东西呢有很多，
像是这个气动气压模组的漏斗，还有它的扳手，跟 Thumbing Tinker 的 Kinetic Attractor， 还有一个 Vacuum Hopper， 跟一个中介箱子，还有一个红石砖啊，理论上应该就是这些了吧。所以说我们要设计这套设施的话，我们先找正中心点，好，正中心在这边，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漏斗先对着它放，因为我们主要目的是要把这个漏斗往上，所以说呢 Shift 加右键可以调整它那个这个出口的方向，然后直接点右键是调整它那个入口的方向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只是一个预防措施啦，因为我之前是直接接漏斗，这个真空漏斗在上面，可是有少数的情况，我们比如木头它可能会卡在这个管线的正下方，对，它可能会卡在这个管线的正下方，但是因为它这个是用吸的关系，所以它会一直卡住，然后没办法吸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这个漏斗就发挥用处了，因为漏斗的话，就是它跟原版漏斗一样，它是只要方块在它的正下方，它会瞬间吸入。那瞬间吸的话，就不会有真空漏斗那个飘来飘去的问题。所以说，这个利用这个漏斗等于算是一种补偿措施啦。我们就各摆，就摆九个。因为比较容易卡住的是，主要是在这个漏斗的下方。你说呢？改一下它的方向。好，这样子理论上它卡在管线东西都会直接被吸进来，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放一个中继箱子跟放错了，直接把漏斗放在上面，好，漏斗往下，对，所以说再往上的话就是放我们的 Kinetic Attractor 跟一个红石砖，所以它会长时间运作，所以任何东西的话，就会被漏斗吸到中介箱子。所以说，挖矿井喷出的东西就这样解决了。可是挖矿井其实喷出的东西算是最少的，因为在我观察结果，它挖矿井挖只会喷木头，好像几乎不太可能会喷树叶跟苹果，所以苹果跟树叶会直接在挖的过程当中往旁边喷出来。所以我们要设计的是四个角落有四个回收机制，那其中一个的话当然是用更多的 Kinetic Attractor， 把剩下的都拿出来好了，红石砖，比如说我们这边放一个 Kinetic Attractor 跟这个红石砖，然后中介箱子加上一个不是这个，我要的是漏斗，漏斗，那我的距离都算好了，就是因为这个 Kinetic Attractor 它最远可以吸七格远，所以说呢，它我往旁边七格刚好是在正中心，然后每一个都有稍微交汇，就刚好中间这边会有一个交错点，所以说他们理论上可以把这整个小岛所有的东西都吸入，而不会有残留。对，那理论上应该是不会有打架啦。对，我在创造模式测试的时候是没有观察到会互抢的情况，所以应该是还好。这个也放着。啊，因为我们这棵树的产量实在太高了，所以才动用到这么多的吸引器啊！哎，不然理论上一个就够了，只是它因为树很大棵，有可能会往外喷，那我们就利用这个东西才可以一网打尽。好，然后多了一个中介箱是干什么用的啊？这个就是到时候来做分类用的。哦，马上就被吸走了。这边，然后呢，我这边有准备一个 Java。Barrel 还是放在这边的，所以这是放我们的新品种树苗。对，因为他们树苗不会互通，这个是一乘一，然后那个是三乘三的，所以我要用一个新的 Barrel， 然后再搭配一大堆的升级，一二三四五六，
好，我让系统自动合成一大堆的升级好了。这个直接做一组，然后其他我再把那两个 barrel 给搬过来，然后 transfer node， 然后一组升级，跟不需要这么多，这样就够了。再来一些管线。一二三，应该可以吧？啊，瓷砖蝎这边我们现在指定一下好了。你说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呢？这样子。哦，最后你，啊呢？这样应该 OK 吧？我们试试看。吸到东西就会跑到这个 hopper 呀，然后就 transfer node。那我们先去取消这里的灵场好了呀。那我们要取消它的话，要把人偶给打掉。来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暂时用不到。我们应该呀，这个都有过滤，然后这些根本不用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要回收。呀，所以说我们哦呵呵，哇，好多骨粉啊！我先把它丢回去好了。虽然说我的骨粉不晓得为什么都会一直在系统中消失，有可能是被 void 掉吧。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要把它骨粉给消掉。然后呢，这个管线通通挖掉好了。给挖掉，这个也挖掉哦。我们需要一个泥土啊，多拿一点好了。所以我们这边之后就改回橡树林呀。那木头现在没了，不过我们的木炭还可以撑一阵子吧。那我们请出我们的兜里，我们的兜里在哪里嘞？Dolly， 这边，哎，好，那这个树苗就等于是多的了，用不了了。我们这木头，木头放在第一个好了，还有苹果。看这时间，我们可能要下一集才有办法搞生殖燃油了。我尽量在这一集把这个设施给弄完，然后呢，项目的话之后再搬吧。所以就这样子。那前面这个石砖的话，就是用来放这个施肥机的呀。我要把施肥机放在这个地方。啊，为什么要这样放呢？距离这么远，因为我怕它放太近会被挖矿井挖掉，所以说我们有个折中的说。折中的方法就是利用升级，upgrade， upgrade， 我们第二阶升级就够了，它不需要太大，因为我们施肥机或者是 MFR 所有机器预设几乎都三乘三嘛，那我们很简单，只要给它一个升级，然后呢，我们拿着这个塑胶看一下。啊，所以说它现在的范围可以这个盖到这个地方，所以说它可以理论上可以正常撒骨粉呀，所以没有问题的。我把这个锤子丢回去，然后现在它应该不会撒骨粉吧，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。那至于吃电的话，这个电我原本是想说从上面接啊，可是有点远，所以就算了。这样子它电就有进来了。我骨粉晚点再放，我们之后从下面接那个AE。好，那再来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人偶的设置，就是我们可以砍树了，也可以撒骨粉了，但是还缺一个，就是自动放树苗。那放树苗的话，我有试过用那个 MFR 的 planter， 就是 MFR 的种植机那个，然后我发现它没有办法辨认这个保护方块。
它没有办法在保护过的草地或泥土上放树苗，所以我们说我们必须可能要靠人偶。对，那人偶的话其实简单多了，我们只需要这个 straw golem， 跟它，它一次只会拿一个树苗，不会太多。然后呢，指定到中间这个地方，所以说往后呢，这个树苗比如说被砍到，被砍倒了，它就会种回去，一次只会种一颗，不多也不少，非常赞。所以还有什么要？我再看一下我的材料坑哦，其实还有很多东西。剩下的就是最复杂红石控制的部分了。呀，希望这个地方大家也听懂。红石控制为什么复杂呢？原因之一是，这套设施如果没有红石控制的话，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树长大，因为砍树人偶它会自动判定嘛，那是模组自己本身就有功能。可是现在这套设施不算正统的林场，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自动侦测树长大了，所以说我就打算利用这个 BUD Block Update Detector 来控制这个它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树长大了。我就把这个其中一个荧光石挖掉。哦，对，我放荧光石目的是让它够亮，对，因为林业的树苗必须在亮处才有办法长大。然后这边来调一下好了，让它只能往下，就你可以扳手让它调整，只会往下发出红色讯号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也先取消。然后我们这边要撒个骨粉，当然我红石不是说很好，所以我弄的红石可能会有点啰嗦。我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它 BUD 侦测到讯号往下放，然后呢可以来传导到其他地方。啊，挖掉。比较麻烦的地方是我们不能在地表上放任何的红石，因为会被挖掉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通通藏在地底下，都被保护起来。啊，现在是泥土，等它变草地之后再保护起来呀。所以现在状况是呢，所以我们这边更新一下，有没有听到我活塞的声音？就是它发出。它侦测到方块更新，往下发出红石讯号，红石讯号传给那个红石粉，然后红石粉会给这个石砖有一个红石能，然后我们的活塞接收到红石能之后，它就会往旁边推动。接下来就是更啰嗦的部分了，我们放一个普通版本的方块更新，所以说呢，活塞往前推的情况下，也会触发它的这个方块更新。所以说，你就可以正常从旁边接这个红石线了。其实不能这样接，因为我们的 BUD 它有一个设计，就是它可以避免跟原版红石粉无限回圈。但是如果你是用模组的合金线的话，因为我们合金线如果它通红石讯号，它也会以为是一个方块更新，然后两个地方就会开始进行连闪。这不是我们要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普通原版红石粉。那我们这边进行一个转接的动作。你说我们这个红石合金线这样接，所以它转接之后呢，就会从合金线这样流上去了。然后下面应该就这样子了吧。这个泥土是多的，看着就不舒服。来，然后我们红石要怎么拉啊？其实我们红石应该是拉到这边才对，因为我们红石那些红石是要控制我们的能量立场系统，所以说我们应该是要往这边拉才对。这边有点搞混了，其实没关系啦，反正红石合金线距离没有限制。这样啦啦啦啦啦
拉过来，然后我看一下，大概在这边吧。然后我们红石合金线，呀，应该没错，就是从这个地方把红石往上拉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这边要来用一堆的这个框架红石合金线，应该是这个方向吧？我们对准齐。其实也可以用无限红石啊，只是我想说也没有很远啊，就直接用普通版本就好了。哦，上面这个就特别啦，我们要放的是这个 state cell， 没有错。就是第一个的话呢，先发出两秒钟红石讯号，就是我们的平台就会往右边移动，右边的话就是砍树阶段。然后砍树的时候呢，它中间我们停个十秒钟好了，让它花十秒钟的时间把树砍完。然后接下来第三阶段就是回复到待命阶段，一样两秒钟，它接收到红石讯号之后呢，平台就会往旁边移到待命阶段。所以说他们理论上是接收到红石讯号之后才会动作呀。那这里好像又不太对，我们至少要一个我们的红石合金线，还是说我可以这样子啊？可以这样子，所以说我们直接框架这样子接就行了呀。然后往下接，红石合金线 ，OK。然后其实还不止呢，我需要做一些counter 的设定，所以说这个先拿掉，我们要再提早一点把红石给拉上去。大概在这个地方就把红石给拉上去。刚好在它正下方。我也太会挑地点了吧，所以说不行，过去一点。然后框架，好。所以说这里的话，我想想看要怎么设置会比较好看啊。算了，也不一定要好看，能用就好。我们框架拉上来，然后呢，先这样子。哦，接下来是最后剩下这几个红石了，剩下不多。我们先来一个普通的 repeater。来延长它的红石讯号，因为它那边方块更新发出的红石讯号可能太短了，短到它来不及反应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延长它的红石讯号。接下来摆个 counter， 这样子，这个是 negative 的，这是 positive， 我应该要改变它的方向会比较好，我看能不能改。可以 ，positive 就是正的 ，negative 就是负的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现在就是正的加到一定值之后呢，会往旁边发出一个红石讯号，往这边，我们这里就直接接个 buffer get， 到时候它会接回来，来取消，让它复位啦，就是重置 reset 的意思。那我们总共需要五个阶段，然后呢 increase 一次一个，然后 decrease 一次五个。所以说我们简单来测试一下，用拉杆。所以我们会有五个阶段，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，还是第一次？三次而已。我们的 Mandarin 居然跨越了这个岛与岛的隔阂，而跑过来这个跟我们 say hello。算了，反正他跳下去了。现在是四次嘛，然后第五次呢？
它就会旁往那边发出红石讯号，然后另外一个红石讯号会把自己给重置 reset， 大概是这样子。所以说，好，这红石有点丑，等一下在旁边会被挖矿井给吃掉，所以不能往那边，要往另外一边。挖矿井会吃掉它呀，被吃掉就不好玩了。这个 buffer gate， 红石，哦，一样五个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之后如果有时间再来把红石重新铺一次啊，因为这样子真的不太好看。也许我们就直接在下面弄好，然后再拉框架上来就会好看很多呀。然后大家看一下我们背包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设置的，这个都有了，这个都有了，所以我们只差 A 而已了。耶，都是一些不相关的东西。所以说最后我们再把 A 给接一接，就差不多大功告成喽。二三。然后三个 interface， 然后让它辨认一下苹果跟树。然后这边的话呢是放骨粉的，所以我们刚刚也有敲掉这个了。然后我们需要是电线，还有我们外面的 AE 是要从哪里接进来呢？从这边。敲掉好了，这样子还有办法放这个隔板。我们就快要完成了，接下来就是在测试看能不能成功。应该是可以吧，我已经在创造模式测了很多很多次了。好，所以现在骨粉应该进来了，它就会开始撒骨粉了。给放进去，然后树苗，树苗是多的吗？这树苗可能不一样吧。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所以树长大了。然后他刚刚抗了一次嘛，还是抗了几次啊？不晓得。这边先取消好了，因为他需要在正确的红石位置上才是正确的。比如说啊，再来，我手动再来一次就好了。啊哈！哦，好，它没有在正确的位置。等一下，这个先放回去，我们让它这个手动移一下。OK。然后我们的 energy node 接上去 64， 这样才是设置完成。再重新来一次，所以现在的话是0 1 2 3 4，好，有了，开始挖。哦，瞬间吸完。好，接下来等十秒钟。十秒钟之后呢？喂，十秒钟好像太久了，其实五秒钟够了。好，所以它平台移回去了。可是你可以看到，这个管线伸出来一点点，不过这没有关系。它伸出来的长度是跟能量的大小有关，所以代表说我们家的能量电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它才会有太多的 buffer 在里面。不过这其实影响不大，因为我们的树就这么高而已啊。所以是不是长太快了？哇哦，再来一次，3 4 5，我们观察一下我们的人偶状态。
好，问题出在下面的红石没有正常的运作。我们的红石它的确是有触发，然后红石和金线应该是要接收到红石才对，只是呢它的红石讯号没有正确的传送上去，不晓得为什么。难不成是 delay 时间还不够吗？这边先取消好了，然后我们在这边手动方块更新试试看。二三，好吧，难不成是这个红石合金线没有正确接收到吗？那我们可能要把这个移到下面去，还是我们可能要自己用模组 repeater， 这样它可以贴墙壁。哎呦，反正各位刚刚有看到嘛，我们的砍树算是很成功。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而已。让它更完善一点，然后啊，其实不用，希望它可以现在是一 delay 一 tick， 一 tick 还蛮短的，有了。所以他这个有正确的把讯号给送出去，应该可以吧？再来一次，哦，对，我把电给关了，难怪没有事情。所以我们直接这边手动。挖树啊！哇，好壮观啊！有，他有接收到两次的 count， 然后十秒钟后移回来，现在已经三了。然后人狗种下树苗是第四，然后骨粉撒成功，树长高会变成第五。那我为什么要用进阶版的这个 BUD 呢？我刚好像没有讲哦，就是。这个普通版本的 BUD 似乎不会侦测树苗长成木头的这个阶段，所以我就用了进阶版本。因为进阶版本的 BUD 它可以侦测到 Tile Entity 的变化。什么是 Tile Entity 的变化？比如说一个箱子，它是 Tile Entity， 你从箱子拿物品跟放物品，它就会有 Tile Entity 的变化。那我们这个进阶版本的 BUD 它通通都可以侦测出来，所以算是一个完全版本。接下来就是等树长大了，树长大之后会第五个 count， 然后就会吹动我们的，有了，平台一过来了，挖树了，哇，我是觉得三秒钟就挖完嘞，真的是很快。我看哦，我们调成五秒钟就好了，超精彩的。所以现在是第三阶段，第三阶段少一个阶段，所以说并不是每一次都是在正确的位置。我们再等它长大，我们飞远一点看一下那个挖矿井的变化好了。各位可以看到现在能量是断开的，哦，管线真的很多，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整体设施再往上拉个十格，才不会限制到树的生长，对不对？因为这管线不晓得会不会挡到树的生长啊。如果会的话，我到时候再把整个平台往上拉个十个高。因为像我在创造模式测试的时候啊，我是用创造模式版本的 Energy Cell， 它可以提供10000 RF， 可是呢，似乎我家的电可以提供能量更多。所以说，它挖矿井的管线往下延伸了这么多，
而且我的树现在似乎就已经不太想长大了，是不是因为这个挖矿井？哎，我打到挖矿井哎，等一下，有一些不相干的东西。有喽，哇，真的挖好快哦，有没有？几乎是瞬间挖完哎。好吧，所以我想这个林场算是大功告成，唯一要做就是再做一些细条、微条，比如说把它往上拉高，然后再把红石给藏起来，这样子就很完美啦。所以说我们再观察几次，现在应该比较不会累个。我主要是看后台啦，就是我 server 的后台，它现在已经不会出现那什么无法负荷的警告讯息，就代表说因为它可以在极快的速度、极快的时间内，几秒钟之内就把整棵树给清光。然后你虽然会看到很多苹果掉落物，但是那是只是正常掉落物而已，真正的那个是在它 decay 的过程。因为当它这个，好吧，似乎它这个又没有侦测到。当它树叶在那个崩坏的过程当中，有可能会，反正树叶在崩坏过程当中会造成很大的那个，所以我就用这个方式，用挖矿井一口气把树叶方块通通破坏掉。所以我们的上面也没有喷任何木头，这算好现象。就是上面只要没有东西喷，应该是正常的。主要是下面的苹果跟树苗很多了，哦，哎呦呦呦，这次就正常了，哇，我非常满意这个设施，这应该是我难得做到这么酷的东西啊！啊，好了，那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，下一集再来搞这个那个叫什么生殖燃油的事情，对。好，今天是110集对不对？所以说我把林场给整理完之后呢，就把地图档释放给大家啦。然后下一集再搞这个生殖燃油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